是要出去哦，去玩礼物。大家看我准备了什么和我的创作者朋友。创作者的朋友就是以前啊去世界参加活动的时阵识识的。嗯，他话很多哎，今天让你主持哦，压力力便便女二朱琪。没对焦，哎，对了对了。话很多哦。好，今晚就是在讲，呀，拜拜。今日中昼食这个，我点玛格丽特披萨。我已经去吃中昼回来啊，这个就是立贺送我的圣诞礼物。立贺是一个家人人，伊是一个足认真做 YouTube 的弟啊，因为伊比我小，所以就叫我姐姐安尼。今麦就来看立贺弟弟写写给我的卡片。很欢喜2018年圣诞节这会画礼物，这次我选了一个红色的礼物，你平时买去买的东西，姐姐家里面一定会有的东西，出门放在身边非常的环保，挂人的时候很实用的。打开礼物前请你看看的是什么吧。叫 Smalling 姐姐，圣诞快乐！立贺，立贺讲是红色的，华人才实用的，所以我要应该是围巾哦。立贺有讲是环保的，环保鞭炮，哇靠，刚刚好！你真的很会猜，环保鞭炮是红色的。OK， 哇，不是围巾的，有点像鞭炮了，那就拍开哈。我送伊个嘛是足实用的，大家下当去看伊个样子，先摕出来，四红色的哦，哇，足水的哦，红色，甲我足合的哦，多谢你好。最后就是抽奖，即届圣诞节我要送出明信片，家己画的哦，我无咧讲算球哦。若是你爱收到我画的明信片，就参加抽奖。抽奖的方法就是留言，留言下。我买 Smalling 的圣诞卡片，抽一个人，因为我饼大，所以就无会足济啦。就直播突然间就抽奖，画片直播是不是？唔知呢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哦。反正我紧紧就抽，然后就紧紧就寄予你。寄啦寄。哦，紧紧就寄予你。寄予你，你圣诞就收到咯。鉴定台湾，因为要紧紧的寄予你嘛，你收。哼就无法度了。外国的朋友卖失望，后盖阁有愈来愈侪抽奖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